黑暗深处主线任务。老头是男子汉，男子汉行动快速的想江河团击，你总是有很大的机。没事，你们刚刚怎么都没有听见？不要为了我们而让你身体不健康啊！没事啦，没事啦。哎呦，这是服部半藏的猫。So kawaii。看，吓死谁啊？原来是一只灵猫。哇，原来是爱露猫啊！附身。哇，我有新的灵魂附体了，是不是？守护灵是由人的信仰中产生的合魂。哦，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了信仰，这些东西都会消失就对了。作乱的妖怪是由人的怨念产生出来。哦，所有生命物体都是这两者均衡上架构的，缺一不可。年经累月的战乱使得荒魂之力大幅增加。哦，就是这个战乱呢，负能量太多了，妖魔鬼怪渐渐的现形了，越来越多了，阴阳无法调和，黑色的部分越来越大坨了，所以我要来这个地方，就是要来平息均衡吗？我完全不想理他，好吗？这只猫就是要一直跟着我就对了。好哦。哎，不对啊，我应该先换个装备先哦。什么东西？赛一家？赛一家是一只怪物吗？哎呦，这么凶啊！爆头！老头，我喜欢你很久了。哎、欸，真的吗？这么巧，刚好也喜欢你很久了。哎呀，不如这样……哎、咖喱老师，吓死人了！哇，你不要！我正在状况正在告白，你那么突然，哇！很不懂得看场合呢，这个敌人哦，受不了哎、欸！啊，什么鬼啦？可以让我看一下场合在进行吗？我在告白，然后你就突然这样攻击我，这种人最讨厌了。哎呀，他妈的，这个东西这个捡得回来吗？我的尸体捡不捡得回来？我的东西，我的魂，全没了，像变性的女朋友回不来了，我很难过，我又要死了吗？你哪有人卡在坛子里面的啦？啊，算了，反正那个魂也拿不回来，死第二次也没差了，好不好？哎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等等，我还老头，你可以的，相信你。这只是前菜而已，好吗？这种东西，这种挫折，老头是不会倒的，好不好？老头后面有一个鬼墙，后面的门有一个鬼墙，鬼墙。哎呦，我找看看。虽然我们现在有首领的钥匙了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稍微探索一下
是这个门吗？哎哎哎！妈的，太窄了吧，这里。他们的反应他妈超快的、欸，嘿嘿嘿，敲到旁边的石头，北七，还以为你多帅呢，敲到旁边的石头，注意一下墙上有没有眼睛。哎呀，你要我注意墙上有没有眼睛哦？突然觉得有点可怕哎、欸。这个吗？好恶心哦！看来是对你的橘子产生兴趣了呢。他可以干嘛？我想先打这个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周围先清一下，不然太窄了。那个墙壁，那个鬼门是要干嘛？鬼门开啊、哦！可以让鬼墙现形。老头，你是男的吗？啊，不然嘞、欸，不男不女好不好？我们不男不女。看，这是有点强。我不能死啊！吓死人哦！哦，原来是这个，这是哇！我没有存档啊，哥哥，你就这样给我看这个什么东西啊？要丢麻痹镜可不可以？不能丢。呀！好，结束。欸，这是什么？这边有敌人，都不跟我说啊！再见，泡温泉会回血吗？欸，这孩子嘛，为什么泡温泉会有这个啊？欸，好可爱啊！这个是那个阴灵吗？泡温泉。哦，乔拉舒服的样子，回血了，温泉疗愈，最后月牙天冲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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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，妈的，你很准是不是？我比你更准。哦呦，我吓一跳，我要打我哎。这样真的方便多了，有弓箭真好用啊！这边的宝箱被开过了。想打，
痛哦！而且我现在有温泉的效果，这个温泉的效果它会一直有，哎，就是慢慢的回22滴、22滴这样子。觉得我要死了。哦，挥拳速度他妈超快！吃点盐巴，哎，我不能对他撒盐啊！可以用卑鄙外乡人打法吗？他走路怎么可以这么慢啊？太棒了！我在这里哦，结束。社会啊，这个邪魔歪道的世界教会我什么叫做卑鄙。我还是找不到路啊。该不是这里吧？哎，我找到路了、所以说不是错误的决定是吗？你看这我都不敢打了，我怕死，因为我还没到下一个记录点。我带你哦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我要自己来。算了，我自己来好了。蝙蝠女，这是我玩那个人间冒险里面那个蝙蝠女吗？哦，一样正妹。哦，哇，哎呀，舌头是绿色，不喜欢。哦，呵。为什么突然累格起来？先熟悉一下攻击模式好了。好。嗯哼。What？ 完全不看不懂。撒盐巴。我靠，新招式。哦，还会用扇子攻击欸。我觉得我要去了。耶哦！哈哈！哇！冲刺！没抓好。攻略。哇，新招式，我要小心了。你想熊抱是不是？休想！
一击必杀。认真打起来，其实专注力够的话是可以赢的。为什么这招闪不了啊？他那一招俯冲那一招为什么？我要大滚才闪得过吗？要大滚啊，小滚没办法。啊！哦，不要乱爆啊！到底，终于啊！我还要再更多的男人，欲求不满，打圈，笔记一下。哦，我穿的真的还是 sexy 呢。哎，长正，我找你找了三个小时。毛量の類とは戦ったことがござらぬゆえ、遅れを取り申した。嗯？为什么握起来会这样 ？What？ 守护灵。長く続く戦乱がゆえ。越累的战乱之下，不仅国中人。国中人民哦，国中人民，嘿。石田德川之间想必会爆发二分天下之战。左边跟右边这样，为了人民着想，必须让此战成为开创天下太平之势的最后一役。他差点长阵圈圈叉叉啊！终于打赢了，真的！哇，我们获得了牛伏牛，什么属性的？冲撞属性。哦、为什么这三个人感觉长一模一样啊？哦，没有，看错了。大哥，あの数勘定しかできぬ石田のせいで、父上は天下より引き離されたのじゃ。家康殿と共に打ち果たしてくれん。長政さん、聞かえぬか。客人がおられる。
哎呦，他的守护灵是一只龙。I don't have time for this. Calm down. Everything has been taken care of. 他讲英文。这猫冲哪？光荣做的日本战国风格都差不多，都这样子啊。对，我打赢蝙蝠了。官兵殿も人が悪い。妖怪が仕業と分かっておりました。他没有办法跟长政在一起，非常的难过。没有啊，乱讲了。哇，兔子哎、欸，又是一只守护。哦 ，mate 啊，超东方脸孔，金发武士。丽花，丽花领地。I dislike the company of drunk samurai. Hey, I am no samurai. 我们是武士，我是变态狂。你看我的脚，你不觉得我的穿着打扮很前卫吗？啊，把妹呢？